叫各位付出那么多宝贵的时间来当志工啊，啊，我们以各位为荣啊。至少省政府有这一批生力军，帮忙我们省政府做了很多事啊，在这里特别感谢。没有什么好的来奖励各位，但是一张表扬状、一张感谢状，代表一个心意，请大家谅解。那我们在外面合照一张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，请石月香女士、陈仲伟女士上台领奖，恭请主席颁奖。石月香女士、陈仲伟女士。
请上得奖者啊。恭喜以上得奖者，请回座。继续是服务满一年以上，服务时数达150小时以上者及张敏女士，上得奖者请上台授奖。
你。好，恭喜以上的奖者，请垂坐。继续是谢松春先生、黄丽华女士、陈建安先生、刘玉君女士、曾秀梅女士、施佩琪女士、林金川女士、陈玉英女士。这些寿星啊，我们祝福这些寿星呢，寿比南山，福如东海啊！同时呢，健康美丽啊，青春永驻，而且买彩券中大奖，在这里特别的祝福。那他们可以说为省政府贡献很多，所以大家共同来唱生日快乐歌啊，也祝福他们。那今天很难得，我们几个城隍庙的同事呢，贵宾特别赶来，这一次我们这两年来，我们省政府。所有的全国的地方的这个灾害啊，水灾啊，可以说减少很多。那我们到了各地去拜城隍爷啊，我们难得获得这么多城隍庙的负责人帮忙啊，那神也要，也要人也要神啊，所以这么城隍庙这些贵宾来跟我们帮忙，我们今天借这个机会，大家庆生的时候一起来跟各位表示感谢，那大家也来祝福这些庆生，在这非常的感谢。那现在呢，我就。跟大家一起啊，我们大家来为这些寿星来祝贺，谢谢。国泰民安哈，我们好有事啊，这样。
是。谢谢大家哈。谢谢。